人生的道路峰回路转，你看到的前路似乎已是尽头，转个弯却往往柳暗花明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从一位上班族转为美容院的老板，而后我接触到一家当时大规模的本土直销公司。直销是以财务自主、时间自由及广结善缘的理念，正切合本身外向不喜欢被束缚的个性，因此我加入了那家公司。我对这家公司是充满了热忱与抱负，但是我满腔的热忱却所托非人，最后我只能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那家公司。我重新回到自己的美容工作室，继续以美容为生。从我多年从事美容保养的经验当中，我发现需要有一套既有效又安全的护肤产品，让我的美容专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我希望我能找到那样的产品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透过许慧珍老师认识了徐瑞涵经理。看到徐经理时，我当时愣了一下，这位男生的肌肤竟然像水蜜桃一样，比女人更亮丽更吸引人，因此我更好奇，想要了解背后的秘密。当自己使用细之蜜之后，困扰我多年的皮肤问题竟然解决了，我感到很兴奋，并开始充满信心将细之蜜介绍给自己的老顾客。不过当我知道全美世界也是一家直销公司时，我确实犹豫了很久。我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直销经验，刚开始纯粹只是销售产品，不敢再进一步参与这项事业。但日久见人心，与全美世界的众多伙伴接触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了解到全美世界除了是一家可靠的新加坡上市直销公司，同时它也具备了优秀的经营理念与系统，这增加了我的信心。最后我决定放下过去的成见，给自己一个机会投入全美世界，再度经营直销事业。永宏具备做直销的两大关键与优点：勤劳与不害怕，同时也成功建立了他庞大的组织与网络，再加上他做事以目标做导向，再加上他本身强大的毅力，而奠定了他的事业攀登高峰。全美世界让我确定这里就是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我也把全美世界当作我的长期换票以及我第二个家。在这里我的满足感不只来自于我的组织有多少人，而是大家对此事业的热忱，而发挥出来的同心协力精神。兜兜转转，我的人生曾经经历了一些波折，而今能在全美世界这座港湾停靠，心存感恩，也安定了许多。在全美世界的这几年，我有机会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去开拓市场，这对喜欢与众人接触的我无疑是如鱼得水，不但让我开了眼界，也认识了许多不同国家的好朋友。一个频繁回头的人是出不了远门的，我确信我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在全美世界活出生命的自在。